Hey, big family.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It's a snow day in Beijing today, so thanks for coming out here and meeting me. So, Beijing is a city of great diversity, music-wise. You can listen to anything from Mongolian folk punk, probably, to all kinds of weird experimental stuff, and also rockabilly. We're gonna check out this band today called Rolling Bowling, and they prove that old school is always cool. Billy 是50年代的时候，从黑人布鲁斯音乐和一些乡村音乐融合而成的一种摇滚乐，是摇滚乐最早的形式。最早的就像 Chuck Berry 还有猫王他们开始了这种音乐。旋转保龄是旋转的保龄球吧，没球，没有球啊，你没球行，旋转保龄。然后因为50年代的 rockabilly 文化里边有好多和保龄球衬衣还有那种就是衣服然后那些文化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取了一个和那个文化符号有关的名字 Rolling Bowling。 而且这个名字就是在这会儿咱们拍摄的这个小屋里诞生的，对吧？也是我们三个人然后一直在商量其实什么呀，因为找了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很多的素材，然后什么有保龄球啊，有吉他呀，然后什么老爷车呀，什么我之前想的什么叫什么黑八什么的，特别有意思，黑桃尖儿，对，黑桃尖儿什么，然后什么摇滚的老爷车什么的。在中国可能就是其实我们现场看到的就是可能好多人不太了解这种音乐，但是他们在演出现场也会喜欢参与到当中来，他们会觉得很高兴。当然一般听这种的
可能就是一般外国人他们会比较了解这种音乐，这是他们可能父母或者那种就是他们小时候就会听过的音乐。哎，欢乐吧，可能就是听这种音乐其实并不复杂吧，我觉得因为它是最根源的一种音乐形式的一种表现，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欢乐。因为中国人很少知道 rockabilly 音乐，就是可以这么举例，就是因为好多像老的电影里边会有很多就是跳舞呀喝酒啊，就那种特别欢乐的那种环境里边，好多的都用的是特别经典的这种 rockabilly 的音乐。我是通过就是看 video， 还有就是以前找 YouTube 上的那些资料看怎么练习 double bass， 因为不一样，看起来很帅，因为帅就行了。然后在中国就我觉得弹得好的贝斯手也还是不少，但是能像这么弹贝斯的还没有，所以我想尝试一下。说实话，这个看视频看别人挺好学的，就是自己练起来就需要一个好身体，那个非常的费力。 double bass 就是其实弹 double bass 不是那么复杂，但是需要你有强壮的身体。因为真的很费力，这个跟弹电贝斯不一样，不是需要你的有很有劲儿的胳膊，还有很好的耐力，然后你才能长时间的演出还有弹奏。你也是，你不想说点什么？一直在拍嘛，啪啦啪啪啪啪啪啪，可能就是手，我觉得有一回演出，鼓也比较累啊。因为我觉得不是鼓，先说他那个。